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叫小美，她正在疯抢打折商品，这里的东西实在是太便宜了。小美拿着一块钱的青菜笑得合不拢嘴。嗨，我是河马超市，你们可能都逛过，但是我身后的这个河马奥莱你们来过吗？它就是生鲜界的奥特莱斯，24小时都在大甩卖，蛋糕、零食、牛奶、蔬菜和肉类全部都是折上折。走，咱们薅羊毛去。哦，对了，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过10000，我们就把今天买的东西抽奖送给一个官。但是由于保质期比较短，所以这次可以折现哦。来这之前，我给官方们做了个功课。第一点，盒马奥莱的打折商品标签是有颜色的，我这边是红色，白色的话基本没什么很大的力度。第二点，进店的话你要打开他们家的 APP， 然后去扫一下这个价格表，就会直接出现打折后的价格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贴心？要不要给我个赞，夸我一下？该呀！首先，我们先冲超级抢手的烘焙区，据说里面的蛋糕都贼好吃，晚一点就没有了。9.9元虎皮卷儿，像这个虎皮蛋糕卷，原价是18.8元，现在只要9.9元，打了有半折了。它的保质期是到11月9号，就是今天嘛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就可以把它吃掉。牛乳生吐司原价是25.8元，现在是12.9元，这个保质期是到11月10号，就是可以放到明天，然后去吃掉。这个我爱吃海苔肉松小贝，原价22.8元，现在是12.9元，也是5折哦。日期也是到今天10月9号的。我扫了一下这边的蛋糕、面包，基本上都是打5折，保质期几乎都是要今天吃完的，所以你们来的话千万不要贪心哦。告诉你们啊，要在这边买东西，一定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哪里人多我们就冲哪里。冷藏区是人最多的，我们快点冲冷藏区吧。我挤不进去。我拿了一个猪肚鸡锅。人太多了，旁边人真的是太多了，我挤了半天才挤进去。哇塞，16.8元，原价39.9元，现在只要16.8元，你赚大了呢！不行，我要再去，再来一次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！我的妈呀！啊！有点刺激，都在炒馒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拿了什么，看见什么就先拿了再说。这是什么呀？姜饼。拿了个枪饼，还拿了个双色米糕，给乖乖们当点心吧。枪饼原价6.9元，现在是3.99元，它的保质期是12号，我还可以在家里多放2天。这份烤鱼是原价78元，现在只要39元，这个在家聚会买一盒很划算啊。对，它是3到4人的分享装。刚刚这边上了一批肉类的新货，我手上拿了一个猪肉，哇，55.8元的猪肉现在只要26.9元，保质期10月7号，然后今天的。哎呀，这个冻到冰箱里面冻一个月都可以。不是，这个还挺划算的呢。这一片菜根呢，全都是红标，全部都在打折。琵琶腿是6.38元，原价是11.5元，然后他们家那个鸡翅中360克，原价20.8元，现在只要12.48元。400克的鸡翅根原价是3.5元，现在是8.1元。冷藏区这一块就是有很多的牛奶、酸奶，折扣都非常的给力。我马生牛乳系列的牛奶超级好喝，19.9元，现在只要5.9元，哎，保质期也没问题，11月11号。日鲜纯豆浆原价是10.9元，现在都只要5.9元了，好便宜啊！益生的燕麦露原价29.8元，现在只要7.9元，保质期也没有问题，到明年的1月份。很多咖啡店都会拿它和咖啡一起去搭配，这个价格这么划算，难道都是在这边进货吗 ？Nice。接着我们冲蔬菜水果区，这边的蔬菜大多数都是日鲜的，隔夜的都放到这边了。扫一个蔬菜，上海青。我去，这个只要0.94元，好便宜啊！你看这个新鲜度还是可以的，没有腌掉啊。这个还是划算的，划算。那走，杭白菜，谁爱吃杭白菜？杭白菜300克，原价2.69元，现在只要1块钱就可以带走。这个我多买几份，每天吃一周都可以吧？冰箱确实可以保鲜一周啊。太棒了，走。蔬菜火锅组合原价9.9元，现在只要4.95元。以后咱们吃火锅就到这边来买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好喜欢线下到超市里来逛啊，就是可以直接摸到看到。你们是喜欢在线上买还是线下买啊？像我这种懒人，平时就线上逛逛喽。线下的话，除非有人陪我。有人陪你，那个人不就是我吗？我可以吗？行。这个果冻城6粒装，原价22.9元，现在只要8.9元，这个是划算的，而且很好吃，车都要放不下了。是的，
这个18.9四个是便宜的吗？便宜的，外面要至少10块钱一个。哦，刚刚姐姐说外面这个秋月梨10块钱一个，现在是18.9四个装，原价是39.9，他们说便宜我就信，挪走。我们逛了一圈，发现这边的零食打折力度不是很大。如果你们想要买便宜的零食，可以去看我们好听的那一期视频。我们一共买了29件东西，原价是要529块钱，给我们优惠了281块钱，总价只要248块钱哦。这不羊毛薅大钱，很爽的吗？这就是我们刚刚买的东西，一共花了248块钱。那接着我们给大家验个货，看一下这些打折商品、零息商品里面的一个好坏。这个是蜜橘，我记得是6.9，每个大小个头都挺圆整的，摸上去也是那种比较硬的，不是那种软塌塌的。最底下的这个拿起来会压得比较扁，剥起来水分还挺多，皮也不是很厚。尝一个，它好甜啊！买的时候觉得它干吧，旁边的那个阿姨说它贼甜，我们才买的。还是要听阿姨的话吧。蛋糕我们就吃这个芋泥瑞士卷，应该你们很多人都喜欢吧。保质期是今天，所以我们要尽快吃掉它。外观看起来好像有点干吧。嗯，好甜好甜啊。然后我吃上去它的口感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的，不会很干吧。品质是没什么问题的，是好吃的。剩下的这些我们就不一一验货的，总的来说这些东西当天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那最后记得你们一定要点赞哦，因为本期视频点赞过10000的话，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折现送给一位乖200多块钱呢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关注我，我是带你挖掘全上海宝藏小店的央，下次想吃什么记得去评论区告诉我，拜。